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01面，501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三行，从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从这看起，恒以功德智慧也，以修其性，这是安乐集上所说的。引用大经告诉我们，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施住、施行、施回向称菩萨，摩诃萨呢称地上菩萨，就是十地菩萨。摩菩萨、摩诃萨，恒以，恒是恒常，常常没有间断，以功德智慧来修行，也就是起心动念，与智慧相不相应。与功德相不相应这是真干的人呐。下面说，若实学者，这初学的人未能破相破相确实不是容易事情菩萨破相了，摩诃萨不但破相了，连戒也破了《金刚经》上说破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菩萨都破了四戒是《金刚经》后半部我戒、人戒、众生戒、寿者戒，这个境界深了摩诃萨破了《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多半都是讲的别教，别教初地相当于原教的初住所以《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那都是摩诃萨，都是大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原教跟别教不同的地方。破相不容易，可以不必破相，这就是净宗的待业往生不破相也能成就，我们才有指望那怎么修法呢？一向专制就是专念到极处本经教给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专念到极处，无不往生。后头特别嘱咐，不许疑也不需要怀疑，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疑，大经里面说，是菩萨最大的障碍。有怀疑，就不能够精进，破坏了精进，不但破坏精进，有时候会堕落。
现世行人是因地心次数啊，现在这个世界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地心是真心的 啊地心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你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啊，这个心叫地心啊，不是迷信，不是勉强的相信啊，是真心的，是不必先求立相，这是净宗无比的殊胜，但当老实持名啊，相信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话，决定真实，这个理太深，相太复杂，我们只要相信佛说的啊，决定不动摇，决定不怀疑，你就一直念下去啊，持名念佛嘛，一直念下去，是吧？一向专注，无不往生啊，前面说的这个办法，实实在在是为现前众生度生死海之至难真也啊，这是讲我们现前的现前众生只有这条路啊，指导我们一条正确的道路啊，一条正确的方向啊，我们无需要怀疑，你决定成就上啊，这上是上面一段广引经论，一名持名念佛殊胜利益，至于持念而云专念，更云一向专念，如观念法门所云，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由上中下，随其根性，佛戒劝专念无量寿佛名啊，无量寿佛名就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不忍心看到众生造业受报啊，六道轮转了，苦不堪言啊，在六道我们一定要知道，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为什么？一个人我们细心去观察啊，观察自己，观察别人，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这是一年，决定是恶念多善念少啊！啊，什么是恶念？为自己就是恶念，为众生的就是善念。那我们想想，我这个念头是为自己的多还是为众生的多？为明文利养的多还是为正法救助的多？
这一比较就知道了。啊，恶念多，恶的行为多，那你在六道里头啊，就在三恶道的时间多。又何况六道众生，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只有11个。换一句话说，善敌不过恶，恶念多，恶的习气重啊！啊，不被恶习气所牵所染，那就不是凡人。啊，修行没有相当的功夫，不可能不被环境所染。啊，被环境所染，肯定是搞六道轮回了。轮回心造轮六道的业，啊，阿弥陀佛把这一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知道六道众生修行成就难，太难太难了，啊，确确实实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成就。啊，也让我们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大法流传在世界各地。啊，有一些地方100-200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5-600年就没有了。啊，当年弟子们传法，4面8方啊，分头去教化。啊，唯独传到中国来这一支，啊，在中国确实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啊，成就超越了印度。这什么原因？啊，这个原因我们早就体会到了。啊，因为我们认识佛法是师道。啊，中国人懂得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人不孝父母，他怎么会尊师重道？啊，那么在外国，确实，他们也懂得孝道。我们在许多宗教典籍里面看到，但是没有中国人那么重视。啊，没有中国人那么认真。啊，认真落实孝道的是中国这个族群。啊，那么佛教在中国发展呢，自然就很顺利了。啊，你像净业三福，这个是大乘最高指导原则。啊，佛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啊，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原则。啊，他头一句就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为什么佛教传在其他地方都没落了？啊，没有孝道的根呐！中国人这个孝道的根扎得好啊！啊，今天世界的灾难啊，一般讲起来，中国人所受的灾难比外国轻。啊，什么原因？祖宗所修集的不一样吗？啊，中国这个族群，老祖宗是以伦理道德起家的，当然就不一样啊。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中国至少啊认真教学了，我的估计至少10000年，根深蒂厚啊！啊，现在虽然疏忽了这100多年，底蕴还是很深。啊，过去我们在汤池做实验，啊，3个月，这个小镇的居民良心就发现了。啊，我们这些教学的老师，一个个都呆了。原先估计要教2-3年才会有一点成就啊，没有想到3个月成绩卓著啊。这证明什么？证明中国祖先祖德厚，根厚。啊，就是没人教。啊，一有人教，马上就明白了，就觉悟了，就回头了。啊，这证明了两桩事情：第一个是人心本善。啊，《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呐。啊，第二个证明，人是非常好教的。啊，这么容易教啊，这也是我们的根厚啊，祖宗保佑啊，三宝加持啊，很快啊，人就觉悟，就回头。啊，这在其他国家地区找不到啊！啊，我们在前几年当中确实经历过，啊，找一个地方来做试验点，找了好几年都找不到，原因不去做，啊，最后是意想不到的。在汤池小镇做出来了啊，持名念佛的殊胜利益。至于持念，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智持名号”。啊，大乘教里
叫我们什么都放下。敬宗是大乘，只有这一门特别，一切放下了，把名号抓住，啊，持名啊。啊，持名更进一步呢，专念啊，再进一步一向专念啊，《无量寿经》上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观念法门所说的，这就讲到一切众生根性不同了，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这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大家所用功夫不一样，所得到的功德不相同，啊，但是随其根性。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种根性，佛都是叫你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四个字，念六个字都好。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有同学向他老人家请教，啊，知道老人是念佛，啊，特别是晚年，专修净土。啊，问他老人家怎么个念法，他告诉人，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啊，弥陀经上只说至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别人问呢，那你教别人呢？他说，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加南无，啊。南无阿弥陀佛。那别人问呢，为什么你自己念四个字，教别人念六个字，这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啊，大师就说了，我对于净宗，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深信不疑啊，发心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所以我只念四个字啊，完全听从经典的教诲啊，经典叫我至持名号。名号叫阿弥陀佛。为什么叫别人念六个字呢？别人未必真正想生极乐世界。啊，想往生是嘴上说的，对这个世界放不下。换一句话说，他未必能往生，就劝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意思呢？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也有恭敬的意思，恭敬阿弥陀佛，客气话了。那真往生的不要客气了。啊，这些话客气话可以免去啊，一心专念，加南无都是加杂。看那个专到这样的程度，啊，一向专念了。
莲池大师这个开示意思很深啊，很广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学他老人家那样，一心专念，决定求生。这个下面假设一个问答，问五种因缘，指五念门。无量门后面会讲到，戒时敬业和特于念佛行专制业相之言也。无量门是天亲菩萨提的。他提出来修行有五门：第一个礼拜，第二赞叹，第三发愿，第四观察，第五回向。这叫五念门。那么这提问的人呢，问到了这五种因缘，通通是敬业。为什么特别与念佛行啊，专制一向之业？持名念佛为什么要一向专念？答：此有三义。第一个，为住行为费而说，念佛呢为力而说。这个费就是放下。为什么叫你一向专念？你要把住行通通放下。这个住行是84000法门，你要真放下了。具体来说呢，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你全部放下。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认真、精进不懈。你走一条路。这意思在这个地方啊。让你专心呢，让你能得三昧呀。得三昧之后，你能开悟啊！决定往生，意思在此地。教你念佛，念佛是为力而说。其他的放下。只立这一门，你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第一个意思。二呢，为助念佛之正业，而说
住行之住也。啊，这是这住，是协助你，帮助你。啊，念佛是正业，正住双修啊。啊，要以念佛为正修。那住修呢？住修像莲池藕叶。他们一生教化别人，也是应机施教。有时候加上一些助行，有时候没有必要。念佛是正行啊，助行还是念佛，正助都是念佛。这看什么样的根性啊？真住全是念佛了，特别容易成就。对哪一种人呢？烦恼习气比较重。比较愚钝这种人，他学教不容易理解，不如一些念佛好。啊，甚至于持戒，对他来讲都有困难。不必持戒，念佛，持戒就包括在念佛里头。这佛念好了，你的心里全是佛号，怎么会犯戒？这叫道共戒。啊，念佛里面戒定慧三学具足。啊，不必再去搞那些了。往往这些人啊，看到是下根人、愚痴人，到临命终时，他的成就，聪明人比不上他。啊，通宗通教的人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啊，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谁瞧得起他？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经听不懂，也不会念。老和尚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项专念，念了三年。你看他走得多自在，欲知是知啊！啊，往生前一天，到城市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那什么慈行啊，他不说，就是来看看大家，真的是来慈行。第二天走了，那这么潇洒了啊，通宗通教的，跟他不能比啊。前面我们提到的哈尔滨极乐寺的修布斯，没出家之前泥水匠也是不认识字，你看欲知是知，没生病啊，啊，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说走就走了。
那最后留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这是最后留这句话。啊，这两个都算是出家人。啊，在家居士也了不起。啊，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啊，我一出家就叫佛学院。啊，在佛光山教了10个月，碰着一桩事情。啊，佛光山的山下，一个小镇，里面有个老太太，啊，念佛人，念了3年了，时间不长。啊，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不懂佛法，啊，什么神都拜就是了，啊，什么庙她都去烧香，啊，3年前，她娶了个媳妇，儿子娶个儿媳妇，啊，这个儿媳妇啊，懂得佛教。啊，劝婆婆不要到处乱拜，家里面设个佛堂，就在家里头专念阿弥陀佛。啊，老太太真有善根呢，听媳妇的话，啊，真的不再去拜了，啊，就在家里面供西方三神。就在家里拜佛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老太太很聪明，啊，怕说要往生呢，家里人会吵吵闹闹的，啊，会障碍她，不说，没给家的人说，啊，她走的时候晚上走的，吃晚饭的时候。他叫家人，你们先吃。他说我去洗个澡。啊，实际上，他办他往生的事情，真的洗澡了，洗了干干净净，换了新的衣服。啊，家里个小佛堂啊，就在小佛堂面前，面对着佛像站着走的。啊，儿子媳妇等他吃饭。等了好久没出来，怎么回事？啊，去找他，啊，房间里没有人，看他真的洗过澡了，啊，再去找，看他在佛堂站着，穿得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喊他不答应，走到面前细一看，他往生了，已经走了，啊，一点干扰都没有。40多年前发生的，40年前发生的这么个大事情，啊，这个小镇的人对这桩事情记忆犹新。我提到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告诉我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一向专念的成绩表现了。那第三，以念佛为正，以住行而为旁，古云也相也。啊，这个下面呢解释，一向专念呢，由下。三一，一者，
废舍于心，专利念佛，这第一个意思。啊，其他修行的方法统统不要了，我就采取这个方法，啊，一向专念。啊，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一向专念，无比殊胜的成就。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单提一句名号，一门深入，不杂他法，这么简单。啊，锅炉匠成就，修无生成就，啊，高雄这个老太太成就，我所看到成就的人很多啊，都是这个方法了。啊，是住心俱废，唯列念佛名号一法，这叫一向专念。二者呢，唯以念佛为正业，为住持正业。二修住心，念佛为主，于心为住。啊，主摄于住，摄住，主住，住随于主，主住圆融，同入弥陀一乘圆海，也叫一向专念。就是宾主要分清楚啊，像莲池藕益大师，他们就清清楚楚啊，明明了了啊，甚至于提出来，持名是正。还以持名为住，正住都是一向专念。啊，那么有一些根利的众生，不是没有啊，有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看到，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晋宗历代祖师看到，啊，他们学不学大乘经教？学，学华严的，学天台的，啊，学般若的，啊，用他这个来做助行，但是，助是助了主修的助你。一门啊，这个一向专念，以一向专念为主啊。那做是做什么呢？帮助你断疑生信，这个法门难行之法了。啊，帮助你认识事实真相，就是经教上讲的诸法实相。为什么？你认识的越清楚，越容易放下。啊，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障碍自然就突破了。啊，障碍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是认为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啊，不了解，总以为眼前这个样样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只听说，没见到，啊，还有怀疑，这个就需要经教来帮助了，啊，今天帮助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好啊。
啊，大净。下莲居老居士会集，结黄念祖，我们在一起学习啊，这个将学习的心得来分享，我们称它做演绎。啊，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啊，也认识了娑婆世界。啊，我们对这个法门，对这个一向专念的方法，相信了，深信不疑了。啊，一心专念了，啊，决定求生净土，其他想学的全放下，啊，到极乐世界再学，啊，喜欢的东西都不要紧，暂时放下，啊，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有好老师，有好同学。啊，同学当中有专门修学这个法门的，啊，修心性的，修法相的，啊，修唯识的，有专门的老师啊，啊，我们才有能力找得到啊，啊，学什么都不妨碍呀，啊，寿命长，不像这个地方寿命有限。啊，以有限的这个寿命学无限的佛法，怎么可能成就？没法子成就啊！啊，只有到极乐世界，首先取得第一德啊，净宗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寿命长久啊！啊，那你就是有的是修学的时间。啊，又何况在极乐世界，那就跟上学一样，啊，天天在课堂，时时在学习，真精进，他没有中断的时候。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夜晚。啊，因为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啊，它不需要依靠日月，啊，我们这个地球要依靠太阳，没太阳就不行了，啊，地球的自转就形成了日月，白天晚上，啊，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极乐世界没有晚上，所以那个精进呢是不间断的。啊，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啊，我们吃饭也中断了，那他不需要饮食，进那个学校就休息，毕业就成佛。啊，成佛才离开极乐世界。啊，我们想想，到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学环境，好老师？啊，我们修学所需要的条件，那个地方是圆满具足，一样都不缺。啊，回想到这个地方修学多么辛苦啊！啊，我们想一个清净环境找不到啊！啊，我们想修学的资料也找不到，指导的老师也找不到，啊，同参道友也找不到，真苦啊！
今天世尊、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就怕你自己不肯去。你真肯去的话，人人都能够生极乐世界，人人都能够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我们看成一家人呐，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是一体。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完全放心，你就依靠他，对了。依靠他，肯定成就。这个第二句里头，就是念佛为主啊，于行为主。收集功德，将这些个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提升品位。但是，助修啊，一定是随缘，不攀缘。为什么？攀缘给我们的正修就不相应了。对正修啊有妨碍。随缘就没有妨碍了。也就是助修的缘呢，是自然来的，我不是去找他的。像我们最近这些年，在国外，因为911这个事件，出现了恐怖战争，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如何来把冲突化解，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的学校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他解决，这是随缘，这不是攀缘。这是一桩好事。事出世间法都必须建立在安定和谐的社会。一个动乱呢就感到非常困难。我们自己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我们何尝不向往过去祖师大德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一辈子不下山呢。东晋时代慧远大师，这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在江西庐山建东宁念佛堂，以湖西为界，志同道合123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念佛，目的呢就求生极乐世界。一部经呢，就是无量寿经。因为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翻译出来。员工那个时候就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在我们想象当中，它非常可能是一个安世高翻译的本子，这个本子失传。在这个翻译经典目录里头，安世高确实有这个本子，
但这个本子今天找不到了。无量寿经从汉朝一直到宋朝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这12种的版本呢，有7种失传了，流传到今天呢，只有5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采取安世高的本子。安世高他是意义，跟罗什法师一样，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古大德翻经呢，安世高的经典我们喜欢读。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喜欢读。玄奘大师翻的很多，没有人念他的本子。除了般若心经之外，这流通很广，其他的经很少人去读它。都用它来做研究的参考资料。他的经是直译的，不是意译，就翻得很生硬。这个外国文法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有一点不太习惯。所以正著我们一定要清楚。比如在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的动乱，众生呢太苦了。如果我们有缘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谐，这是好事，有缘就要做，没有缘不需要做。自己一定要清楚。正著分明啊。前几年我有这个缘分做了。现在年岁大了。不想再做了。后继有人，做的人很多，我们就不要做了。所以我就一向专念。在这个大境界多下一点功夫。每一天跟同学们一起学习4个小时。现在体力还可以，好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呐，这是无量的欢喜啊！不再浪费时间了，不再浪费精力了，一定要守住一向。正著都是念佛，三者以念佛为正，修行为旁，正旁有别。正旁就是住啊，住修啊，住远了正住上修，逐次分明。一向念佛为主，虽不舍于修，仍可名为一向专念也。这一句话，此论甚妥。这一句是念老他认为，这个说法很妥当，是以念佛行人，莫不兼修。礼拜、作愿、回向等念门，这就是无念门。无念门呢，再加一个
赞叹，再加一个观察就圆满了。他提了三个，这个要修，就是拜佛，特别是我们现在修行，拜佛是最好的运动，五体投地，每一天能够拜三百拜，至少拜三百拜，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活动筋骨。你看，一面拜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拜佛的时候默念，不用出声，发愿，回向，赞叹，观察，都可以兼修，无念门呢都可以兼修。天心菩萨他是念佛往生的，净土圣贤录有他，往生传上也有他。依据上述，则念佛之人或兼持往生咒、大悲咒、准提等咒，或坚持诵心经或金刚经等等，只需诸诸分明，念佛绵迷，一切不违于一向专念也。这念老给我们的提出的，他老人家自己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以念佛为主，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他还有禅，还有密，李炳南老居士也如此，他每一天吃粥。他参过禅，好像坐香他没有了，他完全是念佛了。但是他吃粥。那么只要是无论修什么法门，通通都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可以。这个不违背一向专念。无量寿经起心论更张此旨，叫旨趣，张是彰显，说明这个意思。论语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济清居士所著作的，行者即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于世处世间所有一毫之善，乃至无边功德，现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亦得名为一向专念。彭济清居士前清乾隆年代是一位净宗在家的大德，他没出家，一生以居士的身份修行弘法。这个黄念老
介绍他的时候说，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他是高干子弟。啊，彭继清的父亲是乾隆皇帝下面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啊，他的父亲，啊，所以他是贵族，啊，他无需要去工作，啊，生活没有顾虑啊，啊，这个人很聪明，不到二十岁，啊。他考取进士，啊，这是国家的高考啊，他考中了，啊，考中，一般呢都去做官去了，他不做官，他学佛去了，啊，考中进士，啊，说明他的文化水平很高。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在佛门是大通家，他的著作很多，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写的，行者是修行人，即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你就得修菩萨心，像个菩萨了。菩萨大慈大悲呀，世间出世间法，有一毫之善，这是说最小的小善；无边功德是大善，不管是小善大善，你要是遇到了。你都应该要去做，啊，这是菩萨嘛，救苦救难嘛，啊，所以应该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你看，身心至诚心回向，这都是菩提心啊。啊，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观经里面所说的啊，身心是至诚心的自受用，回向是慈悲也啊，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啊，所以菩萨决定是用真诚清净心修世出世间一切善，这个意思说得好啊！修一切善法为谁呢？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以修善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不求别的啊，绝不求人间富贵，啊，决定不求名闻利养，求生极乐世界。真说得好，啊，念老对他这个赞叹，啊，这一句话更彰此旨。说得非常正确，他说不必弃舍拜位，拜位就是一切善法，乃名专念呢。啊，舍弃一切法叫做专念，那是对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因缘，啊，你就不必修一切善法，专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专修善法。
你把弥陀念成功了，你临终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这一表演就度了很多很多人。他这个功德绝对不亚于行菩萨道的这些大德们。 修一切功德的人，绝不亚于他们。临终表演这招，我们在香港，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那个时候，东林修院的老太太，何东夫人的太夫人。 已经往生了，这一桩事情我没有看到，我只听说，常怀法师知道，像何立香居士他们应该知道，何东居士全家虔诚基督徒。 妈妈念佛，但是儿子媳妇有孝顺心，并不反对，家里面设佛堂，专门供养老太太。老太太往生，开了个往生大会，招待记者，招待这个媒体，做了往生的表演。 欲知是知，自在往生的这一表演，他家里儿子媳妇亲自看到了，通通念佛了，都皈依净宗了。这个真的，是表演给你看，这不是假的。东林觉院这个道场。 这些建筑就是他们家的老房子，以后捐献出来给佛教做道场。所以老太太很有智慧呀！往生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媳妇：“他说我今天往生，你们呢，在我身边念几句佛号送给我。” 也是我们母子一场，真走了，真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就回过头来念佛了。其实，当时是真有高人。 佛菩萨来教他，教何东居士，可以不违背基督教，基督教徒也可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更圆满了。为什么呢？那佛经典里有啊，你看许多婆罗门教不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吗？并没有放弃他的宗教啊。 显示出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往生极乐世界还是教育，到极乐世界上学去啊！极乐世界是学校啊，它不是天国，天国里头有国王啊，有天主啊，极乐世界没天主啊。 极乐世界没国王啊！极乐世界是一个道场，你仔细想想，我们读这么多经，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极乐世界过主是什么人，没说，天王是没说，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啊，色界天、初禅天的天王、大梵天、大梵天王、初禅天呢？啊，四禅天的天王摩诃娑罗都有啊。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经典里面称忉利天主。啊，他真的，他有个像国家政治的组织一样。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看来看去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啊，其余的同学，菩萨是同学啊。啊，同学层次不一样。啊，有51个阶级。啊，十住啊，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同学。啊，不可思议的呢，这么多同学，不同的这个。级别都在一个讲堂上课，都在一个讲堂听经，这是阿弥陀佛的本事。佛以一音而说法，各个不同层次去听呢，都觉得是跟我讲。啊，众生个个随类界，这个我们世间人做不到啊！啊，同在一个教室，都听佛讲，听得个个人欢喜，哎，适合我的程度，也适合你的程度，啊，适合凡夫的程度。适合天人的程度，也适合这些大菩萨的程度。啊，所以我们要肯定，极乐世界是学校，是阿弥陀佛所办的佛教学校。啊，各种不同的级别统统有。啊，在一起上课。啊，这个老师的本事可不得了。啊，你想听什么经？你听到的时候，哎，他就讲这部经，奇怪呀！啊，随着自己的心愿，想学什么，你听佛所讲的就是这个法门。我想听华严。他想听弥陀经，我听的就是华严经，他听的就是弥陀经。啊，这是一音说法，随类得解。深深显示出性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华严虽然没学完，啊，学了，懂得了一些，啊，贤首过世的还原观，我们学了2遍，道理呀，明白了一点，实际上，佛有没有说法？啊，不要说佛了。华严是原教，初住菩萨，妄想分别执着，都破了。
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啊，妄想是什么呢？起心动念，放下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有什么话可说？无法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我们要问一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肯定没有，没有能说法。啊，这经教里头有一句话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说确实有言语，大家都听到了。无说是什么？虽有言语，他没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还不行。说法都要分别执着，这才能说法。而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释迦牟尼佛能做到，那阿弥陀佛怎么做不到呢？啊，释迦牟尼佛对的是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诸天，有声闻缘觉菩萨，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那就不算了。这个说法不可思议。佛当年这说法了，你看听众，听众程度不起啊。啊，无论在家出家，这里头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有诸天，啊，人间里头有智慧很高的上根，还有愚痴的下根的，懵懵懂懂的，哎，释迦牟尼佛全都把他们得度了，至少也证须陀洹果。啊，一因说法了，随类得解。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真有这个能力，不是假的。那阿弥陀佛就更不必说了，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对象，四徒三辈九品。啊，同居土里面天人啊，有天道人道的，方便土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有佛，设法界里面的佛啊，去往生的啊，那真正有正果的化身大士41个阶级，这是他讲堂里面大众程度参差不齐啊。佛以一因说法，随类得解，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都能叫众生呢听懂。生欢喜心，觉悟了，证果了。
这样的学校能不去吗？啊，真搞明白了，这越早去越好啊，这不要耽误了。啊，我们要想度众生，真正成就回来再度众生。啊，现在度自己都度不了，怎么能度众生？啊，所以你真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知道殊胜，你才知道啊，事出世间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好的修学环境。啊，所以在这个时间，佛法大乘活活泼泼，净宗也不例外。啊，关键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上根立智，啊，那我就老老实实，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3年就成功，啊，就能往生啊！啊，如果有缘有缘分，啊，有能力还能行一点小善，帮助众生做一点好事，要做，啊，不能不做，啊，不做什么？不做你没菩提心，你没慈悲心。啊，这个与菩提心相违背。啊，做了什么？做了不着相，这一点重要。做了着相啊，你就会堕落了。为什么呢？你堕落到名闻利养去了。无论做多少，通通不着相。功德直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向啊，往生净土，啊，就这么一个念头，就这么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对了，啊，你不论行大善小善，啊，一毫之善，甚至于无量功德，通通帮助你往生。啊，你可以做。啊，祖师大德、佛菩萨，也就是怕我们语言殊胜的，自己把持不住啊，就退心了，就堕落了，这是错误。啊，那么这种事情呢，自古以来常有。不是没有啊！啊，先是随缘呢，随缘之后攀缘呢。啊，好像哦哟，他的法缘越来越殊胜了，到最后什么呢？最后不能往生。啊，这一辈子干的是什么？人天福报，啊，来生享福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在经论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啊，去反省，啊，让我们自己有智慧，能够辨别，啊，有能力，能够学到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就是做了，做了以后什么效果，不要放在心上，啊，这就对了。古人说的，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才能保得住身心，就是清净心。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身心，啊，至诚心回向极乐，啊，这也叫一向专念。所以不必弃舍百味，乃名专念。以佛性呢，便一切处，有弃有舍，不名念佛。讲得真好啊！啊，为什么呢？有弃有舍，你还有分别执着啊！啊，只要有分别执着，你就麻烦了。其错了，舍也错了，不其错了，不舍也错了，这也有分别执着，反正全错了啦。啊，如果没有分别执着，全对了，你其对了，啊，舍对了，做也对了，没有一样不对。啊，所以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真诚心，清净平等觉。那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呢，这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这十个字在，有这十个字，气舍作为都是对。如果与这十个字有违背呀，就全错了。啊，这叫不摄菩提心，教化众生，成就无量功德。啊，他念念呢与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这就对了。说此论甚切实际。啊，彭吉谦居士这个说法非常契合现代的实际。当前世人世事繁多，颇难平处静心，终日念佛。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你没有办法把事业放下，啊，关着门专心念佛，啊，现在胡晓林居士在做，做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他整个上午诵经念佛拜佛，啊，公司里面事情不闻不问，啊，吃过午饭之后去公司上班，管理公司事情。啊，他能够抽出上午四个小时做他的功课。啊，这是一般呢，当老板的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他能做到，也是他修学的语言成熟了，不是偶然。啊，你看他自己，首先落实《弟子规》，真做到了。啊，落实感应篇，啊，摄善业道，他真做到了。啊，然后他们一家人做到了，再推展到事业上，公司上下员工全做到了。啊，每一个员工自动自发，不需要管理，不需要督促，个个都那么认真。
都能负起责任，所以他上午可以不上班了，可以不问事，诵经念佛，做他的功课，这个是现代人的好榜样。但能身心切愿，求生净土，事来便做，事去即念，这也符合一项专利。经商做这个企业，事情很多，来了马上处理，处理完了念佛，这就对了。对于净宗，对于佛教，佛陀的教诲，教你怎样做人，怎么样齐家，怎么样工作。这个管一个公司就是治国，也齐家治国，经典里面都有教诲呀，有理论，有方法，有经验，有效果，你都应该好好去学习，都把它变成日常生活，事来便做，事去即念，做完了马上就念佛。事法本无碍于佛法，世间法妨不妨碍学佛呢？不妨碍，何况更以事出世间法一切善行，以至诚心回向净土，这几句话太难得了。世间善行，除世间的善行，用真诚心回向极乐世界，故也名一向专念。居起信论，践行事善，上的名为一向专念。这个起信论是无量寿经起信论，不是大乘起信论，彭济清居士造的，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这些著作有一些都被历代祖师大德们所肯定，印光大师对他的著作都非常赞叹，何况更何况呢？兼修于出世法。于什么其他的不是净宗的出世法的善行，例如偶业大师凡舍偶谈，这是一个小册子，偶业大师的小品，写得非常好。又禅者于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则参禅即净土行也。凡是偶谈里面这一小段，这是讲参禅的人，
他也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欧益大师告诉这些人，不必改为念佛，你就参你的禅，把参禅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啊！这是我们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叫一心三念。那不是修净土法门，是修大乘法的。无论修学哪个大乘，只要你能够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通通得生。阿弥陀佛这个门非常广大。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学其他宗教的行不行呢？肯定行。你信基督教，不必放弃基督教来皈依佛，不必，你就好好的依照基督教去修。临命终时，将你修学的功德求生净土，决定得生。问题是你要真干才行啊！这个道理就是净宗基本的原理，心净则佛土净。你所修行的不都是有清净心吗？只要清净心现前，真诚心现前，恭敬心现前了，以这个来回向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修什么样宗教不妨碍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跟他学的，许多是宗教里面的传教士。还有宗教里面的管理人，跟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他改变宗教。佛门里面讲外道，外道不是佛教之外其他的宗教，不是的。外道的意思是心外求法，这称外道。佛法所修的是向内也，是明心见性的，是求智慧，求清净心。像我们这个经题上讲，你要是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这就是修佛，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得到清净心呢，求生净土，通通都能往生。决定没有障碍呀！天天念佛，天天熏修大乘，心不清净还是不能去。不是佛号念得多就能去啊！你不要搞错啊！念到清净心现前，肯定得生。清净心的现前，肯定你要把世缘放下。为什么呢？就是它扰乱我们心不清净。必须把妨碍清净心的统统放下。这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欧耶大师这几句话好啊。我们再往下看，又大师，这个大师就是欧耶大师，曾言观戒坛，就是闭关。戒坛来修行，持往生咒求生净土，并作长记为誓啊。偈云：我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心，燃必向三柱，皆一切净坛，专持往生咒，为除摄睡时。以此功德力了，求居生安养。啊，这是欧耶大师。啊，下面这个注解讲得很清楚。足证但具往生心愿，则参禅持咒皆净土心愿。欧耶大师持咒啊，啊，皆一起净坛。他这个期限不长，是像打禅期一样，七天。啊，闭七天关叫方便关。啊，那么这个一般就是我们讲精进佛期，但他不是念佛，他持咒。这个七天完全吃完念往生咒，啊，这个偈子好，啊，最重要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啊，我以至诚身心回向心，这就是菩提心，啊，然必向三处。啊，出家人，啊，然必向供佛，啊，这是表法，啊，然向的意思是什么呢？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是这个意思，啊。燃香燃的再多，如果没有慈悲心去帮助别人，这个香不要燃了，燃的毫无意义啊！啊，那又何必呢？啊，燃香的意义是时时刻刻提升自己，我已经发了这个誓了。我必须要这样做。啊，看到众生有困难，一定要伸出援手去援助他。啊，燃香用意在此地。啊，出家燃在头顶上。啊，在家了燃在手臂上。啊，那出家人已经受过大戒了，头顶已经染过了。啊，通常特别法院也可以染在手背上。啊，我见过啊，见过法师很难得了，持戒修行好像很清净的。啊，手背一伸开，哎呦，染了恐怕有十七二十个。这个想法了啊，对待人没有慈悲心啊，见到人有苦难他总是闪避，这就错了，完全错了，以为燃香会供佛，佛才不喜欢看到这个呢啊，把佛门这些表法的意思都通用错了
哦，以为我燃多佛就欢喜了，哪有这种道理啊？燃是你自己看的，自己发了这个愿，要兑现。明白这个道理，燃一颗就行了。看到的去提醒自己。所以一定要明白道理。这是什么什么意义？搞清楚，它会起作用；搞不清楚，以为这样子是供佛，佛欢喜，错了。你看，还有燃指头的功夫观世音菩萨写两个手不够用，还要千手千眼，你只有两个手还把它烧掉，你能办什么事？你跟观音菩萨背道而驰错了。所以这个都是不明教义误会了，以为这样做是对的。佛在经上这么讲是表法的，不是叫你真的去染指转持咒，你看，誓词里头讲得很清楚，唯除湿水，足思日中一时。吃饭的时候就不念咒了，睡觉的时候不念咒了。在那个时代，大概寺院庵堂睡眠的时间呢，标准的时间是中夜。这是经典里面说的。欧耶大师对于戒律非常有研究。明朝末年，他一个人。在民国初年，在中国又有一个弘一大师。弘一很多地方像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这个模式，弘一认真学习，学得很像。又住这个这个地方足证但具往生心愿呢，在参禅持咒戒净土行。下面是又住弥陀云中朝之优希大师阿弥陀经三部最重要的注解这个地方都引用到了。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欧耶大师的要解，第三个是优希大师的云中朝学小本弥陀经，这三部注解必定要读尤其是疏钞根要解。优希大师一生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五十日。优希大师平常的功课拜法华忏、大悲忏、光明忏、弥陀忏、楞严忏。这是他日常的功课。临终欲知时至，
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佛高唱经题这三，固然而起。如是则修忏持经，均是净土行也。啊，游戏大师是往生净土的。他临终的时候并没有念佛了。啊，临终的时候他念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个方法在日本很风行。啊，日本呢，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跟中国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啊，很多。啊，他们是天台宗的，跟智者大师学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